大家好，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五，2022年。今天来看一下资讯的情况。每周十大涨跌股，今天的涨跌股有 TTD、PLTR，这个是预想到的，因为上周它已经是有了很大的动。ABNB、SGEN、TWIO。RBLX、HAPS、WST、FMX、Coin，它们分别涨了14%到23%。今天呢，然后大跌的有十个：DNVN、TOST、APA、EOG。OVV、CQP、FUN、AEM、SHOCK、PXD，我观察过这只股票，其他的这几只不太清楚，也是分别跌了9%到16%。哇哦！OK，美国银行一会儿再来看一些它的图。标普500跌了0.28%。美国银行策略师警告说，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总能带来一些好处。标普500指数将在3月份跌至3800点。朋友们，这些不一定是胡说八道，请大家还要尊重这些发消息的人。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总能带来一些好处。OK，尽管美国经济可能走向所谓的不着陆情景，即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可以避免衰退，但美国股市的新年涨势注定要失败。这个啊，美国股市的新年涨势注定要失败。朋友们，这句话来让历史来验证，也不要拿它当耳旁风，要尊重这些发消息的。不一定是无缘无故的。OK，随着财报季的结束，股票被降价，好消息，这不是经济衰退。由于只剩下了几个知名人士需要报道，80%的标普500指数各公司已公布业绩，这使该指数的每股收益有望在第四季度收缩2.2%，这是自从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的首次季度下降。这并不奇怪，最近几个季度的利润率明显疲软，许多公司都对利润发出了警告。三个理由。2023年股市反弹可能是另一个牛市陷阱，听见了吗，朋友？牛市陷阱反弹，OK，都在说是反弹，OK。有的人说，哎，牛市开启了，No，这是个反弹。到2023年初，至今增长了6%以上，但是汤姆·埃塞耶 （Seven Report Research） 的创始人周五表示，至少有三个警告信号表明，涨势可能是投资者的又一个牛市陷阱。不多说了，硬着陆与软着陆。
钱不离席，沃特首席投资策略师丽贝卡本周走访市场，讨论软着陆或不着陆的可能性。来听一下他说什么。Well, let me start with you. What do you think the market's made of all the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this week? Yeah, thanks, David.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a tale of two markets, at least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week. Certainly, when we got both the CPI and PPI data, as you noted, yes, it did come down from the prior month, but it also remains pretty elevated. Inflation is sticky across the board, both headline and core inflation, probably not coming down as much as investors would have liked to see. But, you know, equity markets actually took this somewhat with a grain of salt. In fact, maybe focusing a little bit more on that better retail sales number. Jobless claims still were very low this week. But bond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d been pricing in this hotter than expected inflation pretty much all week. We saw yields move up. The 10-year and the 2-year were higher this week, almost, you know, between 10 and 15 basis points. So a pretty substantial move in 1 week. And of course, we saw Fed funds futures. So market expectations of Fed rate hikes, those started to creep higher as well. So prior to Tuesday's inflation reading, a lot of market participants thought maybe 2 25 basis point rate hikes in the March and May meetings. Now we're seeing an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a third rate hike in June of 25 basis points as well. That would bring us to a terminal rate of about 5.5%. So clearly, bond markets are starting to price in a Fed that could be higher for longer for some time. Equity markets by the end of the week, they started to catch on as well. Perhaps that message was reinforced by some of the Fed speakers we heard on Thursday afternoon, who even indicated a 50 basis point rate hike may be still on the table. But net-net, we'd say after a pretty 彭博社报道，特斯拉全股收购，股价上扬；Lyft 股价上扬。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一直在考虑收购这家电池金属矿商。这个我一直在观察这只股票，OK，他要收购它。你看它的周线图。已经涨了很多，OK，所以这只股票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它现在股价还不是很贵，从12块钱它是低价，right，6块多，现在涨到29，所以在这儿盘横，如果比较好的价钱，是否要进行这个怎么说建仓还是干嘛？大家关注一下啊，这只股票。好的，继续回到这个特斯拉要收购这家，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大家一个机会去进行投资？OK，特斯拉考据自己的炼油厂是正在探索的多种采矿选择之一，这凸显了鉴于你在电动汽车中的关键作用，对你的需求增加。美联储鲍曼对1月份的通胀数据表示失望。美联储行长表示，央行需要继续提高利率以降温通货膨胀。听见吗？我早就说通胀并没有下降。分析师在股票的两次上涨中表示，如果正在触底，看一下它是否触底了。看一下周线图，OK，周线图、月线图，所以这个周线图是这样子。它是做什么公司的？来看一下它是做什么的公司？媒体啊。流媒体平台，它是美国领先的流媒体平台，71块钱啊，大家可以关注是否触底了。行，美国银行证券表示，该公司的表现优于整个广告行业。一份分析师
表示。有苦，最近经历了艰难时期，但他可能有望迎来更好的日子。美国银行证券的 Ripple 周五将该股的评级上调了两个档次，从表现不佳中买入，这表明这家流媒体公司基本面触底。该公司在本周早些时候公布了第四季度业绩。再看一下这个图，这是周线图。据说周线图如果连拉四根阳线，就是要开启。那它在原来是否是那样？在这儿，OK，这是连拉几根阳线？然后连拉好几根阳线，好几根阳线，继续攀升。这只股票对还是不对？大家进行研究一下。这是美国的公司，OK，这只是美国的公司，它的原价最低价15.75块，日线图呢，最低价15.75块。什么时候发行的呢？什么时候发行的？在这儿。哦，在这儿。OK，2017年11月28日。我这么算的这个日期对不对啊？用这个 cursor，这个。No，17年9月28号上市。然后上市价15.75块，然后当天走到29块，现在是71.56块，说明它已经涨了2倍。OK，曾经到过77.56块，所以这只股票是否有机会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是否这个是触底反弹，还是继续会向下走？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市场终于赶上了现实，是时候对加息进行定价了。几月份，井喷式就业报告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和强劲的零售销售之后，债券市场对进一步加息进行了定价。美洲内幕，财经追踪，母公司收购方出售了2.46亿股 AGEK 股票。Meta 可能会有更多的裁员。Meta 75块钱的时候我都没进。89跌过89，然后就上去了。但是我见过75块钱美金，然后他就上去了。都是一些炒作来的，我觉得这些公司的股票。Erin 表示，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将压制美国经济。黑石集团的英国退款，英国退欧，在1月份落后于公共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要知道什么？后者在本月的涨幅约为10%，涨了，这标志着2022年的情况相比发生的变化，当时710亿美元的黑石房地产收益信托基金，按期最大股票类别上涨了8.4%，而公寓和仓库领域的可比公共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下降了约30%。这取决于我们离边缘有多近。分析软市场，
如果美国走向违约，股市可能会动荡。新闻亮点：每日新闻，每日热门全球市场新闻。道琼斯指数涨了一点点，0.39%。标普跌了一点点，0.28%。纳斯达克跌了0.58%。这个道琼斯，道琼斯，道琼斯指数，OK，日线图，大家看一下这道琼斯指数，现在咱们跟大家来。在这来回的盘整，中文词叫盘整，英文词叫 consolidation。它在这儿找不出方向来，各个机构也好都在观看，买和卖，多空双方进行强烈的争夺，这个是否要冲破，是否是下降？但是，据这么多的数据和消息出来，很多大公司。都将裁员很多人，所以这是否给经济带来？一，有大把的人，如果有房贷的话，如果没有工作，他一定要进行买房。卖房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会有很多卖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卖价、自己的房卖出。卖出去，他们就要互相竞价，谁给的价钱低就买谁的。也许买方市场就马上要开启。这些因为是联动的效应，所以看一下标普 SPX。也同样是这样，今天是一根下影线，非常的一个小十字形，no，是一个小棒槌，OK，看见？啊，是一个，所以这个也很好看，继续往下看底，已经看低了前一个低位，OK，所以慢慢还在看底。有人做空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OK，我一直不看好，它是多头市场，我一直不看好它是牛市，所以大家要注意是否要在反弹的时候减低仓位，是吧？欧洲央行也放鹰，高级官员警告市场低估了通胀。对，说的对，说的对极了。那么纳斯达克呢？对，期权市场统计，2月17日，Shopify 中的异常期权活动和流程，凯西伍德 ARK 基金买入 Shop。然后卖出英伟达，OK，英伟达它卖了情况，所以今天跌。那么 Shopify 是 Shop，它43，也在大跌当中，是吧？那么再看一下它这15分钟图，这样的，它在买那个，买这个。美联储布拉德表示，他在上次政策会议上与梅斯特一起推动加息50个基点，所以还要加息。今天的盘前股票走势，Dash DKNG 这个时候
mRNA， 所有人都怀疑股市的上涨，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即将暴跌。OK， 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它会暴跌，但是跌是潜在的，在这里还意味着跌还是要跌，但不一定暴跌。在热门的经济数据之后，最大的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恢复加息50个基点。美元下半年经济硬着陆将冲击美股，巴菲特的苹果依旧可口。看一下苹果怎么样，看一下日线图还在涨得不错。OK，美元收复年底失地，压住美联储加大紧缩步骤的预期升温，在钟声来临之前，第二交付的投资者想要的 beat and raise， 季度股价上涨，风水轮流转，美股风险偏好回归。道指跑赢标普500，幅度创1934年以来之最。标普 OK， 看一下周线图，病疯了吗？微软开放的新病试用一周后，海外炸锅。Bing 是用这个谷歌啊，炸锅，炸什么锅？这个在这儿呢。美国财务将继续增长，这是钱的去向。由于美联储加息紧张情绪，美国股票期货进一步下跌。凯西伍德削减了这家芯片制造商的股份，并在 Shopify 上赚了高达3400万美元的买入。美联储提高利率的举动使这六只 ETF 成为赢家。哪六只？没有。空中客车提高了宽体飞机产量，增加了波音的压力。空客和波音啊，他俩是竞争对手。微软必应的聊天机器自称爱情，称它可以让人们做非法、不道德和危险的事情。好，我们去看一下特斯拉什么情形。特斯拉是大家所关注的，并且很多人对特斯拉非常崇拜，对埃隆·马斯克非常的崇拜，他的火箭，他的火星计划，他的特斯拉，他的这些电动车，它是一个非常有头脑、聪明，并且很前卫的一个要改造世界的这么一个突出的人才，所以他想改变世界，他的股票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追捧他的股票。来，我们来分析一下特斯拉的情况。特斯拉啊，今天呢又是低开高走，看一下它的15分钟图。盘前它是这样子的，在这儿属于平开高走，看这个，它在这儿收盘，在这儿收盘，然后探了一下196，盘后盘中
他看了一下197，然后拉涨到208，看一下它的日线图，很多人说它能还会跌破100块钱，这是一个强力的支撑位，朋友们。下一个强力的支撑位在这里，64块钱啊，在这里，这个在这儿给它顶回去了，它的下一个支撑位67，那么这次它是否能够回调呢？跟大家分析过啊，这条线164和183、178，在这儿之间是它的强阻力位。朋友们，它是强烈的阻力位在这里，OK？强烈的阻力位，165到177，OK？这是它的支撑点。如果再下，就是这是支撑点198，OK？所以今天。昨天盘前盘后都在198这儿又打上去了。如果真正有庄家支撑它，它还是会在这180、197、198。如果这个线冲破了，就会冲下188，大概是这个位置啊，188这个位置。好的。今天呢，不多说别的股票了，这几天的话，市场，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OK，道琼斯指数在这儿徘徊，OK，支撑位在这儿，所以呢，是否能掉下来，掉到3250点，还是到这儿3万？3万的，纳指，OK，QQQ 在这儿，是否能跌到这儿？OK，是否跌到这儿，或者跌到这儿？OK，这条线，然后标普能走到哪儿？标普是否能走到这儿？走到这儿啊，这儿有个位置，3982点，在这儿。好嘞，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歇。那么，Happy weekend，OK，okay？ 周末快乐。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